对，大家来，大家来，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，就我们那个打开那个 LINE， 然后随机划一个人，然后跟他说，我要飞龙，然后拍张自拍给他。划到前男友怎么办？传一个吗？不行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。他觉得太无聊是。啊，我觉得可以。是啊，三 D 电视通告。三 D 电视通告，超不熟的。没有，你也不能叫他名字，就是拍给他，然后说我要飞喽。他是三 D 的慧珠。太多，好尴尬哦，好尴尬哦！是传错人了吗？没有。然后你现在先不要理他，先不要理他。你读，你读他，你读他，好看，你读他。哎，我退出演艺圈，谢谢。你快点！比我想象那种尴尬很多。翠哥在躲，翠不敢打开他赖。我不敢。好，来，我们滑，我们滑。你不好看，你不好看。我没有看，我没有看，我随便。闭眼睛，闭眼睛。你按，谁？这谁有爱心呢？哦，这谁？没有。很尴尬，这谁我都不记得。这是谁啊？而且那个是去年十二月人家，这游戏可不要玩。这是谁啊？哇，整到自己，你还是拍？我以为想说，他会上传翠，就说拜翠哥是渣男。三，他也闪，你打开，不准三，小钟哥哦，打开，小钟哥，等下我来，你的脸又不一样了。你要点击点击点，来 base 泰国人呢，泰国人你玩的很大，人都玩的很大，泰国包车司机 ，OK 的 ，OK， 萨瓦迪卡，这是什么？我要飞喽！可是我真的很担心，这可以吗？这可以啊，这 Why not？他是我 Tiffany 的业务，对，他会说朱小姐会飞哦。你这不买一个不行了吧？买了很多个了。